我听官放说他奶奶最近做了一道菜特别好吃。说在的，安静一点。让让。我就猜你没走，特意在这等你呢。我好像已经习惯了跟你一起上下学，一个人总觉得缺点什么。让让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是因为被人举报的事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能跟我说说吗？还没上。那你什么时候想说了，一定来找我，我给你讲笑话听。你不知道，我刚刚跟我班的文艺委员在走廊上都说两句话，碰见教导主任一直盯着我呢。啊？至于吗？听，你不知道，现在查的可严了，重点班的张组长。学习成绩这么好，一直被外班的女生缠着，他真是够倒霉的。估计他的心烦死。我帮你。不用。我今天去办公室交作业的时候看到你了，林老师找你是说竞赛的事吗？不是。转学去那边那个学校需要提前填这个申请表，你先写吧，剩下手续你妈会过来帮你办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几个月的时间，你跟顾然他们说了吗？还没有。还是尽快说吧，这样也给他们一点接受的时间。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点好吃的就会好起来。我听官放说他奶奶最近做了一道菜特别好吃。说在的，安静一点。对不起。我。你家到了，我先走了。我帮你。不用。苏在的，安静一点。重点班的张组长，学习成绩这么好，一直被外班的女生缠着。他真是够倒霉的，估计他的心烦死了。吃完了，我先走。